好，这边有几个问题，拿多少算多少。其实没有问题也很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最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希望你先问这个佛经里面跟修行有关的，其他换灯片。我准备可爱的问题 Q&A， Have a great day， 小熊威武。好，第一个问题，佛教中是否有佛上天或上帝的存在？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承认有上帝的存在，因为一切是唯心造。上帝虽然是其他宗教，其实他也是呢，所谓天上的这类似于大梵天王。在西方文明里面呢，假如你去欧洲或是西方文明，你会知道，西方若没有上帝的话，西方人更可怜，他的精神文明是更可怜的。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是不否认上帝的。但是上帝不是只有一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有33天、28层天这样重的，每一层有33天，所以33乘以28，事实上是有5天的。那上帝呢，是最高最高的天。那所以因为他很高，他的功德力很大，他也爱救世人，所以在他上面呢，他就不知道。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上帝是存在的，的的确确，不要怀疑。第二个，自然法是如何来的？我不太懂得你讲的自然法是什么。自然呢，就是山河大地一个运作的规则。下面一个问题，师父，我常常会梦见佛菩萨，为什么？那要看，假如你是诵经发愿而做梦梦到佛菩萨，这是很好。在这里，我简单的说，梦有四种。注意听，第一个是梦见颜色是假的，比如说今天你来佛堂里看到金色的佛像，就晚上回家做梦的时候呢，梦的时候呢，你就梦见很多金色跟黄色，那个颜色，这个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是假的。第二类是你四大不调，就是有一天，哎呀，你突然梦见了呢，把蛋岛火山爆发啦，对不对？你会觉得这糟糕，一定要告诉部长。可能会死掉很多人，错，是你的身体虚火太大。这是在禅经里写的，你是开玩笑是真的啊？你有觉得我在开玩笑吗？真的真的。也就是说，你要去看中医治疗你的身体，你要去吃药，你把虚火降了以后，你就不会梦见火山爆发 volcano， 甚至有些会梦见说，我常常掉在水里面啊，很多冰河啊，很冷很冷，那表示你的身体的。这个温度太低，可能有贫血，你要去治中医或是看医生。第二类，第三类，常常梦见死人、棺材或是种种，那要先跟你说，这就是恶业，就是不好。尤其是呢，梦见了刀光剑影被人家追杀。那有人曾经在讲经的时候问我，师父，我常常梦见棺材，会不会发财？梦中的是空性的，所以还是不会发财。不过在周公解梦中国文化里面讲，这个叫梦见棺材呢，是表示你有发财的机会，但是还是要去用功的赚钱。所以在梦中你梦见死人、棺材或恶业，尤其是各位诵地藏经会梦见鬼或幽冥界众生，那是自然的，这是你的恶业缠足下。第四个，假如你是梦见了莲花、太阳、月亮、出家师父或佛像，比如说你没有来过巴旦岛，你突然梦见这里边的这个所谓的三宝佛，然后有一天礼佛的时候，哎，哇，这是不像我梦中看过，那表示呢这个梦是吉祥的。所以梦见佛跟菩萨、太阳、月亮、出家人或莲花，或是梦见呢，这些都是吉祥的。但是我也碰了附带，那假如梦见梦中梦见自己出家，算不算呢？答案是不算的。你梦中梦见自己吃饭，请问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饱？还是要吃早餐的啦。假如梦中梦见你出家，可能是你过去是出过家，可是这辈子毕竟你还要再发心重新出家，不是说梦中我梦到出家好了，明天我就去买一套僧服，我就是师父了，答案不是的啊。所以梦有些有真，有些假。请问师父啊，某一个法师曾经说，藏传佛教兴盛，佛法就会没落。不一定，不能这样讲。
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可是我不一定认同。在西藏，莲花生大师预言藏藏传佛教弘扬的时候，是全世界正法最兴盛的时候。哎，对不起，我需要你帮忙，来一下，来，因为他写汉语拼音不到，来，你那个这位，在啊，师父阿弥陀佛，在街上看到很多，啊，对不起，念一下题目，大声。在街上看见很多乞丐，我们怀疑他是假的。如果没有布施，是不是没有菩提心？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分几层？第一，现在的社会有真跟假，真跟假。假如他是假的，你不要帮他，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不要去助长别人做坏事。比如说在台湾，现在也有很多法师在市场里面呢，泼泼，有些是真的师傅，可是有些是假的。而是后来我们台湾政府就做的，要做 ID card certificate， 你要这个，对啊，我们真正的出家人你要有证件啊。像我出家，我有三宝的证件啊，就是说这个是社会管理必须证。OK， 啊，就是说。在台湾，所以变成说，真正的出家人他必须去社会局申请一个证件。纵使出家人可以托钵到寺庙去，或在菜市场，我们看到那个证件，我们才会投钱给他。这是从世间的角度，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这是真跟假。假如是假的，当然我们不要帮他，这是对的。就好像你现在要做功德，要捐慈善事业 charity， 你也要知道这个是慈善事业是真的，而不是吃钱或贪污的。你虽然有好心要做功德，但要有智慧去判断，这是很重要，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注意听，在菩萨的角度，好人跟坏人都有佛性，好人跟坏人都有佛性。所以纵使你知道他是坏人过来骗你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也给他钱，但不要太多，但心中要发愿，发我将来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以菩萨戒的角度，你要帮他，你虽然知道他是假的，但是呢，好，比如说你可以给他2块新币或1块新币就可以了。举个例子，我出家21年，21年前我刚出家受戒的时候，我去受戒，受戒回来的时候，因为要搭公车，要从南部搭车，结果呢我就碰到了，我刚受了菩萨戒，对不对？然后出去要做菩萨，我就遇到了一个乞丐，说师父师父，你大慈大悲帮我买一下口香糖好不好。当时的口香糖是很贵，一条要100块，100块的话是真的很贵，5块新币，20年前5块新币是很大的，相当于现在50块新币。但是我心里想，我没有钱啊，可是在那个公车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怎么做，你是个师父吗？你要慈悲。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口香糖太贵了。后来我灵机一动，我想我受了菩萨戒，我应该帮他，我身上就掏出了10块钱，因为一条他要50块，没有那么贵，我就给他10块钱。我说我是师父啊，我是贫僧啊，很穷的，头光光，没有钱的，但是我还想是帮助你的啊，希望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就请给他。他拿了，拿了以后呢，我们就排，结果就上车。上车我坐了第一个位置，我回头一看呢，我就看到一个人啊，黑社会就过去打他的腿，钱给我。那时候我流眼泪了，原来那是什么？是呢，控制集团，就是抓这个残障人员，然后控制集团而要他的钱。那时候我心中流眼泪，就发愿，愿我将来度这些众生而成佛。所以听好，第二个回答是说，站在菩萨戒的道场的这个角度，你要跟众生结缘，你要结善缘而不要结恶缘。所有的注意听，乞丐会在你面前给你看得到的话，一定跟你有缘。你可以帮助他1块新币或2块新币就好，不要帮助他太多，但是你心里发愿说，我愿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是圆满你的菩萨戒。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啊，就刚才讲的陈东老母的故事，将来别人不能度他成佛，你可以度他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给他1块钱新币，他看到你啊，他会
会生欢喜心，你讲佛法他会相信，可是你叫别的大法师来讲呢，他是不会相信的。所以听懂吗？我回答两个做总结。第一，站在世间的角度，你要先要知道真跟假，假的你不要给他钱，这是对的，真的呢我们应该帮助他。第二个就是你呀，捐钱给慈善事业机构，你要确定这个慈善机构不是吃钱的，不是贪污的，这样子才有功德。第三个就是站在菩萨界的角度，不管给他帮不帮他，你都应该要帮他，帮他不要帮太多，否则呢会增长他的贪心。好，这是然后你心中发愿，将来要度他。师父，请问如何去除障碍？当精进修行、当心懈怠的时候，这一条请留着，我明天会讲精进波罗蜜多经。第二个，师父，请问身为佛弟子，如何正确支持民主的运动？比如说缅甸事件。对不起，缅甸事件我不太清楚。不过我先讲佛教徒哈，在不同的国家哈，佛教跟政治之间呢、关系是很复杂的。简单说，印度佛它本身有功德，它也度八个国王，所以八个国王都是佛教的大护法。但是在大乘经论里面呢，大概呢分为三类，有一种说文武百官他也是佛性，所以我们要度他。有第二类说呢，文武百官因为狡猾奸诈，出家人的戒律呢要远离这些政治是很复杂的，所以你要远离它。第三种呢说文武百官不要太靠近，也不要太远离，太靠近呢佛教可能会被摧毁，太远离呢你真正呢佛教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你。所以在大乘经论里面有不同的看法。传到中国以后，我举两个例子，安世高大师弘扬弥勒菩萨法门，他就说若文武百官跟国王不学佛法的话，佛法没办法兴盛，所以安世高大师他度了很多文武百官的人。可是净土宗的庐山东林念佛堂的慧远大师，他一辈子就 不跟文武百官来打交道，假如文武百官呢要请佛法，他绝对不会去他家，你到寺庙里来请法，而且他送客人就送到一条溪然后就走了，他绝对会不会应付你。所以因此在中国不管大乘佛法，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法师有不同的愿心，有很多寺庙有不同的作风，但是在台湾佛教徒的生态里面，我们喊出的口号是政治中立，也就是宗教跟政治要分开。因为我们台湾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党派，每一次呢他要选举的时候都是到各个宗教去办法的。可是到了南传佛教泰国斯里兰卡，有些国王本身，像泰国的国王本身就是佛教徒，他下令佛教为国教，全部的人要信佛教，那当然他是有他的福报。到了西藏啊，举一个例子，尊贵的达赖喇嘛，他因为他的历史跟文化关系，他是政教合一的，他是西藏的法王，同时他也是西藏的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不过我觉得呢，简单的说，我觉得佛教徒本身呢、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呢，你就应该关心政治，你也应该去关心你的人民，但是你不要干涉政治。在新加坡就很明白，宗教团体若干涉政治的话就会违法。那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最近要选总统，对不对？我一月要回去，我也要选啊，我也我是中华民国公民啊，我有权利投票，我也会去投票，搞不好就差我一票，总统就换人了呢，对不对？大家谁也不知道总统是谁，我也不知道。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佛教徒呢，在一个佛堂里面不要谈政治，但是要彼此尊重，因为没有国家，你也不可能修行。所以佛教徒里面讲，上报四重恩：国家恩、父母恩、师长恩跟众生恩。台湾佛教会这么兴盛，也是台湾有一个以前呐、很好的政府，现在政府 OK 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在安定的世界里、环境里没有战争，不用去流亡，你可以好好工作，你要感谢国家。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不一定要关心国家的事情，要关心政治，但不要干涉政治跟参与政治。在佛堂里面也尽量不要谈政治，免得会误会，知道吗？不要说有连友呢，对不对？你是 A 党的，我是 B 党的，本来念阿弥陀佛的，两个就吵起来了。那很奇怪，你到底这个时间吵不吵呢？对不对？你要想一想。所以在我的商业精舍，我也立宗旨，不可以谈政治，尊重每一个人。你选任何一个党派，你要谨慎的选，这是我建议的地方。第二个，如何正确以道德行为来支持世界暖化的运动及教导下一代？我觉得正确的道德呢，就是呢最好教五戒十善。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老师也越来越难当，其实学生也越来越难教。整个社会的物质化很多，越来越诱惑越来越多。其实未来的人呢，想法是真的变化很大。但是问题是，不管你现在是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开得很好的车子，可是你一定有身心灵。身，你有身体，你要房子，要吃饭。你有心灵工作，所以你要家庭，要朋友，要艺术，要音乐。可是以精神生命来讲，你一定要有佛法，才会能让你解脱。否则你生生世世再怎么帅，再怎么漂亮，你还是会有老病死的。所以我觉得以五戒十善先来教你的孩子。很多的莲友做工很辛苦，我很知道，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只是拼命赚钱赚钱而不教孩子。有一天你说钱赚到了，你孩子变成了酷哥辣妹或者太保的时候，那你会放声大哭的。那时候你来求师父，师父我也说没法度。对呀，因为当时该教的时候你就不教吗？该打的时候你就不打，该骂的时候你不打，他已经翅膀长硬就飞了。你不能说你命苦，是你自己当时不愿意教。你能够做父母的应该尽你的责任。我知道做老公也很辛苦，做太太辛苦，可是教育孩子啊是你的责任。赚钱赚多少跟你讲都不会饿死的，何况你好好学佛，我就很少听过饿死的佛教徒吧，对不对？你真正修持的话，佛菩萨也会护念你。所以五戒十善来端正社会的道德很重要。世界的暖化现象应该先从心慈悲开始做起。假如我们人对动物慈悲，对人慈悲，慢慢你就会重视到环保。环保有物质的环保、心灵的环保、文化的环保，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教。至于教下一代怎么教，注意听，教做人跟品德。你不可能教他知识。举一个例子，你教小朋友，教他要做人，要有礼貌，要有态度，要很好，不可以呢？老爸，你这是怎么样的呢？在外面，在众人面前讲爸爸的过失，这是很没有品德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对不对？可是呢，你若以知识来讲，你是比不上小朋友。小朋友现在会用电脑，他会打电动，很多爸爸妈妈都不会按手机 SMS。我跟你讲，我也不会，不会不丢脸啊。我 SMS 是叫我学生帮我送的，但我起码会 email 啊。所以未来呢是未来越来越进步的，搞不好未来呢我出门是按一下，我们大家坐太空船的，不会就不会嘛。你可以请人司机啊，这并不丢脸。但是人类的文明不管怎么进步啊，它一定有做人品德跟道德。佛来这个世间就是告诉你，轮回的根要从业跟烦恼去改变。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下一代的朋友下个节目跟你下一代的孩子作为朋友一起跟他成长。以前我那个时代跟在我在座现在假如四十几岁或五十几岁的人有，那时候爸爸妈妈最大，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都不敢讲话。可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你说一啊，小朋友说二三四，你说五呢，他说六七八嘞，那怎么办？只好我们朋友沟通，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努力。其中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要真诚，第二个不可以欺骗，第三个要慈悲，第四个要忍让。请你写下来，这很重要，我不知道谁问的。第一个要真诚，第二个不可以欺骗，第三个要慈悲，第四个要忍让。
假如你能够按照佛子行三十七颂去修，那更好。为什么？人与人若欺骗，假如你教小孩子，小孩子骗你，会骗爸爸妈妈，将来就会骗老师，就会骗别人，骗朋友，最后他一辈子会骗自己的，最后他一辈子会很孤单的，对不对？所以不可以欺骗。所以我觉得你要心放得很宽。有些爸爸妈妈担心太多了，哎呀，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其实孩子就这样子呀，孩子来你家投胎呀，其实跟你是有缘的，就像有一场戏。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抓太紧，就像小鸟怕它捏死，你放开松你就怕它飞了，其实它该飞的时候就飞了。但是它到全世界各地里面，它忽然想到爸爸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好话坏话我都能够分享，那你就是成功的父母了，是不是呢？所以我觉得教道德、教品德、教做人，比你教知识跟能力跟才华比它重要。接下来我回答问题，问题有多少我就尽量回答多少。那没有回答的人呢，请不要失望，因为怕时间太晚，接下来我们就会发愿一下。好，请看问题。师父，第一个问题，在佛教徒里是否允许佛教徒在家出家参加社会上的市集活动，比如反毒的活动跟和平示威？这问题有点复杂。听好，佛教徒是可以参加的，不过这边讲在家出家，我觉得在家居士可以参加，出家众要谨慎，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好，在家居士，佛教有在家出家，就有些东西要出家人领导，可是有些众生呢，比如说赌场、妓女院，或是呢很多风化场所，出家人就不适合出去。假如一个师父呢去红灯区走过来，你就奇怪，师父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不是很奇怪吗？人家会诽谤你。所以有些居士要在家居士不，所以出家僧保他的威仪，有些东西尤其是出家众，当人家邀请你参加市集活动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传播媒体都会乱乱拍，拍一张你看现在出家人也示威游行，哇，这样的标题是不好的。所以在台湾呢，我们的出家众呢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众生是无量，众生有好人也有坏，在家居士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你参加也要和平，像比方说反毒运动，扫黄扫黑扫暴力，反毒卖毒品，这个佛教徒可以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毒品会伤害众生，色情也会伤害众生，只要违反五戒十善的呢，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适当的反应。所以在家居士参加反毒活动是可以的，但是出家众呢要谨慎，除非你有正当的团体参加进诊会，而且讲话你要谨慎，不可以惹到其他的非佛教徒也生烦恼。那下面你讲一个和平示威，严格的说要示威本身就是不好，在有些国家和平示威，举个例子，我就举新加坡，是不可能示威的，你一申请就被关了。可是在我们台湾是很多，哎呦哎呦哎呦，对不对？但我觉得佛教徒啊，听好，示威本身事情就是很危险。为什么？当然民主国家在美国或是加拿大或在英国都有很好的团体，当他示威游行的时候，第一个不可以产生暴动，第二个不可以伤害众生，第三不可以产生脏乱，第四个不可以产生交通混乱，你要遵守了这些条例你才可以参加。否则人当一旦呢黑手黑手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人喊打穷给你打，那你也会被受伤的。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你要参加和平示威，我没有说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知道吗？不一定用示威，当然佛教徒要团结。听好，现在的社会呢，佛教徒呢也不要呢因为慈悲而被人家欺负，所以该讲话的时候就要讲话。举一个例子，我们台湾有些传播媒体不好，杂志也不好，动不动呢就是演呢和尚啊或是尼姑呢在电视上呢就是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讲，一演以后第二天佛教就开始开记者会，
你为什么就拿和尚做开玩笑啊？他说我们演戏吗？那你为什么不拿别人开玩笑吗？同样的，也不可以拿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跟神父开玩笑啊，对不对？所以佛教徒要有一个公开的发言权，在我们台湾就会这样子。假如那个传播媒体啊，他侮辱出家人，所谓和尚或是指尼师的话，第二天呢，他就会被人家批评的。所以群众力量还是很重要的。现在佛教徒不要过度的激进，变成激进党，也不要过度的软弱，被人家欺负。应该发言的时候呢，也要发言，要很平静跟和平的去发言。第二个，身为佛教徒，如何正确以佛教的教导去看待和运用在市集活动？我觉得佛教呢，你不要太在乎，应该佛教徒本身有清净的身口意。佛教徒每一个人都很守法，佛教徒每一个都很慈悲，佛教徒每一个人都有力量，那团结起来，人家就会尊重佛教。举一个例子，台湾慈济功德会，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很不幸的，台湾有大地震，对不对？这是我们台湾的业啊。你看，当大地震一出的时候，对不对？全世界呢都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政府还没有出动，全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出动了。我不属于慈济功德会的人，但是我非常的赞叹啊，正言法师，以及是慈济委员，他真的很了不起，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你用做的力量啊，比你嘴巴高去讲有用。所以佛教徒在印度尼西亚，佛教徒也要团结，不要自己砸自己的脚。华人在这个社会就很辛苦了，你更应该团结起来，实际的行动力量很重要。当然在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很不幸的说，不但是佛教徒动员很大力量，我告诉你，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各个民间宗教团体都做很大很大的力量。好，接下来灾难完了以后，你要怎么平复大家所有的悲伤？记不记得上次东南亚大海啸，对不对？东南亚很多国家也是很大的灾难，对不对？这是什么？众生的业。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应该参与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你的行动力量很重要，当然你要有政治政见。最后他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在佛教的社群活动中应该怎样如法的去启发本身面对这些问题。我想这位莲友是很关心社会，很好，但是我不认为佛教徒啊丢到政治里面你就一定会打赢的。为什么？因为坏人比你更多。我觉得佛教徒，我建议你做几个事情，真正的佛教徒可以做，从巴淡岛开始做，不是一个一个地方一个市区做。第一，做社区关怀。各位有没有想过，巴淡岛的前面也有很多可怜的人啊，你当然要结合当地的好的官员，不要找不好的官员，做社区关怀。第二个，过程教育。第三个，做医疗。第四个，做文化交流。最后第五个，再来做佛学讲座。我再重复一遍，第一，社区关怀；第二个，教育，各层的教育；第三，医疗关怀；第四，文化交流；第五个，再来做佛学讲座。这样的话，当地的人他就会认同你，他根本不懂你们讲经的什么讲佛子行三十七颂啊，什么大悲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我都搞不清的。但是他要看你佛教，你做给我看。所以佛教徒应该团结，慈悲的力量应该要去展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佛教徒就要从左邻右舍去关怀呀。佛教徒不要像一般人，左邻右舍有些人总像占你的便宜呀，那你这样的话，人家就会笑你啊。这是这个莲友关怀社区的活动三个问题，我回答到这里。第二个，师父，请问我想做任何事情都在现实中无法做到圆满，但是心中要如何做到圆满呢？听好，佛经里讲，心要圆满，你的心要平静，不可以激动。那我给你建议是，做事要用三个心。第一个，凡事要用心；第二个，做事要细心；与人相处要有耐心。我再讲一遍，用心、细心与耐心。我觉得佛教徒很多东西不是光光嘴巴念念经而已，你做很多事情都要用心，在佛堂要用心，在公司也要用心，在家也要用心，对不对？我刚才就说啊，算钱的时候你们都记得了，可能念大悲咒的时候都忘记了。
对不对？师父，请问自己是否有被魔、悲魔干扰？什么叫悲魔？其实悲伤是过于不及的不好。有些人呢，看到很多东西啊，都想得很负面。看这里，我的讲义，这是讲可以分 A、B、C、E。有时候看事情，不要只是站在一个角度想。所谓常常什么事情都往外想的，就容易产生悲魔。看到别人，哎呦，好可怜哦！哎呦，他没有钱呐、啊。可是不要这么执着，你怎么每天都在流眼泪啊？生命当中没有快乐的吗？所以 A B C D， 你不要只是站一个角度想，你要从 A 角度想，想成 B， 想成 C， 想成 D， 所以应该乐观一点，甚至呢应该跳起来想，站在天空里想，这 A B C D 哪个角度想是对的？天底下没有绝对对跟不对，所以你凡事都很悲观的话，就会产生悲魔。第二个，你自己会不会被幽冥界众生干扰呢？除非你造了恶业，幽冥界众生来找你。不过我觉得你这个脸有问我的话呢，你应该是没有被鬼缠的，不用担心。因为你若真的被鬼缠的话，你就不会坐在这里这么安静了。师父，请问月藏吉祥经发愿文所说令法久自然是什么意思？很好，意思说在家出家的弟子要用身口意行为去实践，让正法像火把一样，让它真正在这个世间永远的点下去，这叫令法久自然。我再讲一遍，令正法的灯具火把或是指灯塔能够永远的继续点下去，就像在佛经里我们共修的时候都会从这里师父点一盏灯，然后再两个人又点灯，然后大家点灯，一起点灯，然后念六字大明咒或念佛，然后一个一个上来供灯，这个代表无尽灯的意思。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师父，什么是空观呢？如何修？空就是什么东西它都不是真实的。举一个例子，你坐在这边，你执着一样东西，那你就要去想这个是不存在的。举一个例子，花，拿花来供佛当然很好，可是呢你想，好花不常开呀、啊、好景不常在，而且你看越漂亮的玫瑰花赏心刺越多啊。那你坐在这边想，今天很漂亮，明天呢天气很热，过了三天以后花就掉了。所以可见好的东西永远是不存在的，这个你照下这样去思维，这就是空观。我昨天讲经遇到乐境跟苦境，要观一切如彩虹一般，如梦幻想，那个就是空观。请问师父，为什么文殊菩萨坐的是狮子，普贤菩萨坐的白象？这是在华严经表法，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他拿剑，那智慧有智慧的时候，他像狮子一样做狮子吼，表示他能够讲经说法。真正的文殊菩萨右手是拿智慧剑，左手呢是拿莲花，莲花上面有般若波罗蜜的经，所以代表有智慧的时候呢，就像动物一样，动物里面呢所有狮子呢一叫的时候呢大家都怕，表示文殊菩萨可以做狮子吼。普贤菩萨代表怨恨，怨恨就是要有长远心。比如大象，大象是所有动物里面，在印度里面是最大的，它可以载东西，而可以走很久很久。虽然马、骆驼也可以，但是它载的东西很少，所以普贤菩萨骑白象是代表忍辱负重的意思。好，所有的问题就先答到这里，其他只是要我们回向给你们回走。好，谢谢各位，今天讲经，这次的讲座就讲到这里。